清晨我起来，我打开窗，是心情美美的。今天教大家画玫瑰，我是心情美美的。第一步就是拿出我们红色的小笔笔，给它打一下形，就是画它的小花瓣。总之就是很麻烦的，各种花瓣都要画下去。显然我这里画的是不好看的。然后呢，拿出红色的马克笔给它涂红红，绿色的给它涂绿绿，拿出你的化妆刷，刷出阴影，棕色的彩铅调整一下阴影，通过排线的方式，再次画出它下面的小枝丫的暗部的调子，其实跟素描没有什么区别呢。用白炭涂出反光部分，揉一揉，或者用小尖尖揉一揉，它就变成了粉嘟嘟的颜色，是不是很刺激耶？揉啊揉，揉啊揉，揉到你家外婆桥。再次用红色的彩铅稍微调整一下过度阴影的小调调，就像这样，是不是很 easy 啊？喜欢老铁双击哦，嗷嗷嗷。